这样，桃门啊，过年。他上次剪头发是什么时候？上个月。三月吗？三个没有啊。啊，好快呀！三个月而已。熟了啦。三月啊。他说我恢复记忆了。差不多几个月有啦，三个礼拜，不止哦，差不多一个月。无啦，你若过年，过年即阵几月啊？你算。过年即满，过年是二月，现在才四月。过年之后了。过年之后，差不多三个月这样。过年底吧。间隔偌久啊？你若算算农历，即满毋是三月啊？三月过呀。啊，无人三月二三嘞，迄个阳春飘。现在农历几号？现在农历。不知道。今天农历几号？我都好像没写。中国有没有农历啊？有哎。有啊，中国拢嘛，你看过年嘛是算农历的。阿舅。Hello。叫，叫我在叫阿舅。啊，胖胖叫。脚有较大，较大呢，阿舅说脚脚变大哦。啊，你脚都大了。嘿嘿嘿。哎呀。嗨。阿舅都要给你红包呢。真的。你不想从阿舅这里拿多少？对，数都数不清了。啊，我啊，你讲以前骗恁老爸，才换骗你。以前骗恁老爸骗几下个哦，搁有骗阿舅，还搁有骗恁爸爸。哦，即要换骗你啊，遐遐拢。老人，拢老人，哈哈哈哈哈，遐老人啊。